大家早安，现在是7:25，应该是20啦，因为那个时钟比较快。7:21，今天只有15度哎，外面看起来很阴，完全没有阳光。我去外面看一下，外面对天空好阴哦，一点阳光都没有，也完全看不到蓝天，都是灰灰的云。转角那边也是一大早就有人在排队了，准备要买口罩。好，赶快叫小孩起床。忘记播音乐了，休了3天假。小爱同学，我想要听四分卫的起来。好的。彤彤，准备起来，有没有听到？彤彤，彤彤，一首歌，爸爸去煎蛋，你要吃蛋对不对？播歌播完之前要去尿尿哦，那起来去上厕所换衣服。然后今天要拿棉被袋睡午觉的这个东西回学校，上礼拜拿回家，连假之前拿回家洗，我速度要快一点。先切这个好了。这个 Costco 的法式面包啊，因为已经。这 Costco 法式面包因为已经打开了，赶快清一清好了，烤一烤。慢一点。硬。好硬，可以站住就好了。好，赶快烤一烤。等一下，接水。好，赶快烤一烤。起来。风雨容易追，起来。动作快。好，7:24，动作快。休了3天假，好不容易。建立的作息跟做事情那种习惯的感觉，又忘记了。然后，对，彤彤说要煎蛋，我们家没火腿了，虽然还有牛奶，但是没火腿，还是要去买一些食物的材料，要不然没食材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拿什么盘子？锅子。我记得有人提醒我说，煎蛋的时候蛋要先洗一下，我都从来没洗过。先冲一下水嘛，这样就好了吧？先洗一下，看一下，不要，然后不要放在盘子上嘛，我随便放在桌上就好了。放在抹布上好了，放在抹布上，抹布上这样应该可以了。
不要放在盘子上。谢谢大家的提醒。说那个蛋上面可能有什么沙门杆菌。我先不用关，等一下放进去。然后呢，油要加多一点。那还没有怎么样？还没有选玩具哈，你先要玩要换好衣服，一边想要带什么玩具。哦，早上起来了，早上起来了。爸爸来煎蛋给你吃，然后说油可以加多一点，我都不太敢加，加多一点好了。还不容易粘锅，现在应该够了吧？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倒酱油，虽然不是锅子的油，倒酱油一失手倒太多，被我奶奶骂，她就说我很浪费，所以从此以后我都不敢再加太多。我想到了，可以加一点料。我们还有没有吃完的尾鱼，一点点而已。我把它放在那个蛋里面拉一拉，就比较丰富。这样有好一点吧？这样多一点吧？这样有多一点吧？滚一滚。我只煎一颗蛋而已，因为上学时间比较赶，小朋友。我同学希望吃简单一点，我去煎一颗蛋。这样应该可以吧？第一首歌刚好快播完，现在时间已经过了6分钟。好，材料准备齐全。我看一下放在上面。放在这里，这样看不看清楚？我换一个地方摆。材料准备齐全，开火，开火！我又忘记了，开火，先拍一下开火，开火，小火，小火，不要太大。先把这个保鲜膜撕开。最后的一点点尾鱼啦，然后让它去拉拉，所以这个保鲜膜也可以不要了，拿来装蛋壳。等一下，先关火，我没有听到面包在转的声音，我没有转下去烤啊，我在干嘛？音乐刚刚停了，我才发现，要不然等一下蛋好了，面包还没好，手忙脚乱的。小爱同学，轻音乐。总算你起来了，还好。我刚才在干嘛？我忘记把面包放下去，转下去烤了啦，昏倒，手忙脚乱的。都已经第4次煎蛋了，好，开火，动作要快一点了。开火，小一点。好，先加速度加快。哦，完了，太大力。我在干嘛啊？地道上桌子上了。没有啦，我敲太大力了啦，结果我还来不及把蛋举起来到锅子里，它就滴到桌上了。第一次失误，我之前都没失误哎，敲太大力了啦。但是我火开还蛮小的。第4次煎蛋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忘记开抽油烟机了。不过这次我进步了。我忘记开抽油烟机了。不过我进步了，我这次做到一半，我就是想起来了。有了，然后尾鱼都加上去，好了。把尾鱼的罐头都弄上去，
有在烧吗？火非常小。都没有这个焦边呢，觉得我开小一点果然不错，都没有这个焦边。然后这个蛋里面就有加料，我加我一个。我本来以为今天可以加快速度的。不使用菜瓜布清洗。不用一直顾着，对不对？在弄的时候可以准备倒牛奶，不用一直顾着。不用一直顾着啊！哎，牛奶。今天的蛋不一样，今天弄蛋里面有加料。什么料？鲔鱼。我直接加在蛋里面，我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因为罐头还，我发现还有剩一点点鲔鱼罐头，把它加一加。啊，我夹到手，在冰箱夹到手。哦，看看看。哇，完了，这边有点焦。我想说那边那么漂亮。哦，应该差不多了，火可以关了。哦，冰箱关太快，那个推进去的时候还来没生气，又生气了，被夹到手。面包已经好了。蛮好的，还是要筷子，那两个小小小的，用手拿会被烫到。红酱几分了？35。35啊！我还以为我速度够快的，结果还是不够。嗯，这个就先摆着好了。我再拿一个盘子。我还以为我已经进步了，这是我第四次煎蛋。今天这蛋是鲔鱼蛋。好，你怎么了？哦，书包掉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顺便把你拿出去外面好了。哦，你等一下就可以少拿一个东西。好棒，我们在叠被了。唉，我会进步的，现在就是一个菜鸟，做什么都手忙脚乱，但是我会进步的，应该是有比第一次已经好很多了。吃完了，有些人会说好像这样吃不够，其实不会，
因为早餐从头到学校还会再吃东西，然后我本来是没有吃早餐的习惯的，但是因为小朋友要吃，我就是强迫自己跟着他吃。好了，你好了吗？哇，很棒了，被子已经都叠好了，只剩我了，我快速的处理一下。你可以洗手先吃，没关系。我把我的被子叠一下，很快。你可以去洗手就行啊。你看围兜还没穿哦，你还没完全好，现在几分了？快40了哦。放了3天假，结果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种节奏感，好像又乱掉了，对不对？3天假都睡到自然醒，都已经好冷哦。今天又变冷了。几点到？8点以前到。你看，今天变冷，窗户都起雾了。下面这边，我还没穿袜子。啊，你先去洗手。我都穿好了。对啊，我爸爸今天又手忙脚乱的在弄蛋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弄什么早餐给你吃啊，所以我早上也很烦恼啊。这边有水，刚刚那个的，我放这边一点。GoPro 是不怕水，然后再牛奶。我今天弄个鲔鱼蛋，但是鲔鱼蛋是跟鲔鱼跟蛋是合体的，可以啦，我们顺顺的吃，没有发呆的情形产生的话，应该是有机会来得及啦，顺顺的吃，我把袜子穿一穿，赶快来吃吧，热乎乎的。彤彤早安，彤彤我爱你。爸爸跟爸爸我爱你。好，早安，小饭好，麻烦你放前面一点。爸是面包，法国面包，左煎蛋，左鲔鱼煎蛋。我们今天早餐，我自己的筷子嘞，吃煎蛋要用那个筷子，然后面包用手拿就可以了。我试试看，里面有夹料哦，这个鲔鱼蛋是里面是有夹鲔鱼的。好吃。我还被冰箱夹到手，刚刚关冰箱的时候手来不及伸起来。你如果不手先伸起来再关？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我干嘛不手先伸起来再关？人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子。忙中有错，等你当爸爸你就知道，等你当要做早餐的爸爸跟妈妈你就知道我怎么会被冰箱夹到手。这蛋真的很好吃，你还没吃对不对？我就记录到这边啦。我们要吃早餐了，鲔鱼蛋佐法式面包佐鲔鱼蛋鲔鱼煎蛋，拜拜。